你在这里干嘛？啊？你在这里干嘛？哦，他们俩睡床上了是吧？你就只能睡这里啊？啊？你睡这里会着凉的。你不进去睡吗？你要不进来睡，进来睡吧，睡门口会着凉的，宝宝，过来，宝宝，胡图图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图图，这是生大气了吗？走，过来进来吧，进来睡觉，睡门口会着凉的。你现在满意了，开心啦，弟弟妹妹到爸爸房间去了，你可以安心睡觉啦，睡觉吧。妈宝狗雷呀爱我吧，不要将我们屠杀，冷要你的毯子，我冷你干嘛翻个滚呢、啊、我要你的毯子，谢谢宝贝我还翻一个滚呢、啊、是我们共同的家。为什么说养狗人上班都容易迟到？不出去！别想骗我！那我出去。那我就守在这里。我刚刚看到你在换衣服了。你每天出门不就这个流程吗？要想出此门，除非从本宝宝身上跨过去。懂了吗？或者带我出去。妈妈不出去，我不出去，我不出去你走吧，进去吧都说狗狗像主人，给你们看看我的狗，猜猜我是什么样的人。大大耳朵，笨手又笨脚，跑步像陀螺，小脑筋总是出错，想要做好事但总闯祸，爸爸说我是个机灵鬼，妈妈摇头叫我淘气包，我是爸爸妈妈心爱的小孩，这世界又让我欢乐少不了。叔叔叔，我的心